少了这元素，别说你懂时尚。砂岩盒，还有异材质拼接，是今年绝对需要必备的元素。今年的皮革跟以往有一点不一样，比如说皮配皮，它可能就是一个蓬裙。花今年有一些。TVBS 的台视直播频道晚间九点，女人我最大，小时尚第一金。